文文，我的车技还不错吧？谢谢你啊，要远路送我回来。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只要你高兴，我以后天天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啊，我心脏不太好，你早点休息吧，再见。啊，哎，文文，你，文文，就这么完了？不请我上去喝杯咖啡啊？钱总。 家里没有咖啡，对不起，晚安。茶也可以啊。茶是有，但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改天请你上去好吗？晚安。文文，你太绝情了吧？你应该给我一个机会吧。全总，我们只是普通的同事，公司里有很多漂亮女孩，改天我一定为你介绍。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晚安。就算是同事，那我上去喝杯酒，咱们谈谈公事总可以吧？我家里很穷。 没有酒，没有咖啡，没有茶，连白开水都没有 ，OK？ 嗯，没关系，我有，你等着。当当当当，文文，你记得吗？今天是我们两个认识一周年纪念日啊！当我去年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深深的……有病！ 死之后，你能原谅我？就算你死了，我永远不原谅你的。文文，你一个人站着干什么呢？哦，等我的吧。知道，知道，走，进屋吧。你给我滚！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无耻无赖。哎，文文。
你怎么了？你说什么呢？你给我走，你走，快走！文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好，鄙人叫陈俊林，是文文的同事兼上司，是我亲自把文文送回来的。陈总，很晚了，再见。小米，我们走。陈总，晚安。这都到家门口了，就让我进去坐坐吧。哎，陈总，你看我穿成这个样子，你方便进去吗？嗯，好，不进去就不进去。这就对了嘛，早就知道陈大经理啊是很绅士的，不会和我们这些小女子一般见识的啊。嗯，那您就请回吧，晚安。 又不是来找你的，管那么多闲事儿，挺什么挺？破提醒！文姐，来，小米，他又来了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冷静一点，先喝口水来。 怎么知道这里的？小米告诉他了，不是我。姐，你太紧张了。不行，我们要搬家，搬到一个他找不到我们的地方。搬家。哎，姐，快点帮我搬家，快点！哎，不是吧？又要连夜打包啊？啊，就这套房子。 又敞亮又宽大，还价格又便宜。我说有的人啊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看，这钥匙我今儿才拿。来这边看一下，这边就是主卧室。 你看这卧室，多宽敞！哎，窗户还是冲南的。哦，我去关窗户，我窗户，这窗户昨天没关好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吓你们一跳。你不是说刚拿的钥匙吗？哦，我是说昨天房东忘关了。来，我们去那边看，外面看看，外面看看。来看。 这还一间房，啊，这房子大是大，不过我觉得显得空荡荡。哎，房子大住的才舒服嘛。这个看看，这个，啊，这还一间，这一间可以做储物室。你见过这么大的储物室吗？这间房子怎么连窗户都没有啊？哎，它没窗户，它有灯啊。妈呀，这灯怎么这个颜色啊？吓死人了，文姐。 咱们还是换个地儿吧。哎，我觉得这间房子充满了古怪啊！别别别，我跟你说，这间房子原先是一个这个摄影迷做暗房用的。不喜欢我，明天就给你换个100度的大灯泡，气氛立马变，包你满意，包你满意。哎呀，这破柜子，你们要是不喜欢，明天我就给它搬了去。姐，我们还是别住这儿了吧。 你知不知道，市中心的房子可是排着队租呢。走吧，走吧。姐，走吧，走吧。行，这房子我们要了，明天就搬进来。没问题，你们都是老客户，我怎么会占你们便宜呢？好。啊，姐。谁呀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 啊，文文回来了。文文，你看你回来，可早点告诉妈妈一声，好给你买点好菜回来。嗯，妈，嗯，是你把我的地址告诉管理员的。他又找你去了？是，他老让我的生活，让我不得安宁，我不想见他，我永远都不想见他。妈，你明不明白？我现在需要一份安宁。文文。
你冷静点好不好？妈明白啊，妈完全明白。妈，你不明白，请你不要再管我跟关礼仁的事情了。我不会原谅他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。妈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你这样随随便便原谅一个背叛自己的男人。可妈妈没有把你的地址告诉他呀，何况……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这次搬家，我不会告诉你我的地址，我连电话都不会告诉你，免得你害我天天搬家。好了好了，都是妈妈的错，妈听你的好不好？可是妈妈不希望你老搬家，希望你过上安生的日子。好了好了，我女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妈给你做点好吃的去啊。有你爱吃的夹心糖吃啊。哦，知道了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自己做过什么事你自己明白。妈妈有时候一个人烦就……妈，你还在骗我。我说过，那个臭男人如果来找你的话，你可以接受他，我不会阻止你的。但是我也说过，我就不再认你这个妈。文文，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？算是妈妈求你了好不好？啊，孩子。好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如果再有下次呢？妈妈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妈妈向你保证，妈妈再也不会有下一次了。小敏，还没睡吗？
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？背叛我，你为什么回来找我？谁呀？是小敏吗？叔叔，您这是……我等不到天亮，所以这么晚了，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李仁他死了，他永远不会打扰你的生活了。今天早晨，他自杀了。这是两年来他一直要送给你的礼物，你一直拒绝不要。在他的遗书中，他让我无论如何要把这个礼物亲自交给你。不要，我不要他的东西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他都死了。死了，你还不能原谅他吗？你还要拒绝他的爱吗？你连他最后一个心愿都不能让他完成吗？你这个狠心的女人呢？再说了，他为了你这样无情无义的女人牺牲了自己，他太不值了。你这个狠心的女人，要得到房子，要为你付出代价的，要付出代价。真的死了，他为我自杀了。
关于关理人的死讯，我感到十分的不幸。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过分的自责自己。这其实是一件不幸的意外。意外？你不认为李仁的死，我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吗？李文，你来我这看病有一年多了，对吗？所以你和关理人的事情，我是十分清楚的。 其实从客观的来讲，我认为，从你们分手那天开始，就注定了这是一场悲剧。所以你应该忘记过去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因为它已经过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应该重新生活，重新去选个美好的人生。 我现在心情真的很烦，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做错了，我是否真的应该原谅管理人。其实任何的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对，绝对的错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你自责也没有用，对吗？我相信，如果今天李仁活着，他也能够希望你开开心心的生活。 不要想了，我给你开点药，剂量很小。我希望你回去好好休息。他已经睡着了。嗯，我倒认为这是一件好事。我估计我们快要成功了。嗯，好，放心吧，我会盯紧他的。 小敏，吓死我了！你在这干什么呢？文姐，我好害怕，外面好像有点不对劲啊！你在说什么呢？哎，我就一根炮环，干嘛大惊小怪？不是啊，我刚才明明看到是。别动！
别吵，人家都已经睡觉了。做出这种恶心的事来，肯定是一个变态。文姐，咱们还是报警吧。不用，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让我们害怕，我们不用理他们。啊，那也太吓人了吧！文姐，是不是你最近得罪什么人了？我能得罪什么人？依我看，八成是那种想要追求你，可是又追求不到的臭男人，得不到你就要报复你，捉弄你。那你为什么那么肯定那些字是写给我的呢？你也是女孩子啊，难道不是写给你的吗？不可能，肯定不是写给我的。为什么呢？那么肯定？嗯？人家到现在都还没有被男孩子追求过呢。好了，爱你的人都要死，你没有爱的人，我也没有啊。那这样的话，那些字就没有意义了，我们都不用怕，我回来了。冒出来的，我还要问你呢，这是我家，你怎么在这儿的？文姐，哎，是我让他来的。我们家还不够乱吗？你让他来干嘛？就是因为家里太乱了吗？所以我才叫他来的呀。反正咱们空了一间房间，不如让陈经理搬过来住吧。姐，说到底，他还算个男人吧？住在家里多少让人安心一点啊。哎，文文。小敏呢，把这件事儿都告诉我了，保驾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，你们呢就安安心心的睡大觉啊，什么邪门歪道都怕我这一身正气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墙上那些血字啊，都是陈经理帮我们洗掉了。哎，小敏啊，那点小事不值一提。文文，我还练过跆拳道呢，你看我给你练了一下。好，好，随便你们吧。哎，文文，哎，大象都被你吹上天了啊！谁吹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还有证书呢。切，不信是吧？明天我就拿来给你看。你为什么不原谅我？你为什么不原谅我？啊！你为什么不原谅我？你不原谅我，
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睡到半夜，我听见门口有动静，我就冲出去了。哎呦，一看这墙上全是血字，他们在背后偷袭我呢。那你一定看到他的脸了？啊？没看清。什么呀，居然没看清楚！哎呦，小姐你轻点疼啊！疼什么疼啊？被人打一顿，连人家的脸都没看清楚，你真没用。我告诉你。 这也就他们躲在暗处，这在明面上啊，他们十几个人，我全都收拾了。哼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到这份上了，别吹牛了啊！谁吹牛了？我早晚把这帮小子抓住，证明给你们看。文姐，我们还是报警吧，要不，哎，要不我们就搬家。不行不行，谁也不准报警，谁报警我跟谁急。我一定要亲手把这帮王八蛋抓住，血洗我的奇耻大辱。 你别吵了！哎呦，你轻点大姐。好问，你们俩别吵了。你看什么看？我告诉你，我这是英雄救美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是英雄，英雄。后边这俩就是美女，哎，明白吗？真了不起啊，陈总。哎， 请你不要说话了，好好休息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我的付出是有回报的，美女开始关心我了吧？哎，小伙子，你懂不懂啊？陈总，哎呀，明白，休息，马上。小敏，我知道这事是谁干的。谁？是谁呀？是谁？啊。 不用说，不用说，休息休息。是关叔叔干的，哎，不可能，真不可能。那，就算他再没用，也不会连关叔叔都打不过吧？这也对，但如果是关叔叔雇人干的呢？哎，多不可能！为什么？我说不出原因。 可是我就是觉得不可能，要不就是关女人根本没有死。我今天早上好像在马路上看到她了。不会吧，文姐，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，你千万千万不要再想了。越猜越害怕。这样吧，抓凶手的事你就交给我和陈经理去办吧。
你来做什么？我是来告诉你，不要做那些无聊的事情，我是不会怕你的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请你不要再到我家里去，不要写那些古怪东西来吓人。这些天，我都把自己关在家里，想我的儿子。我哪儿都没有去。你儿子死了，我也很遗憾。可是我爱不爱一个人，那是我的自由，请你搞清楚。看来我们父子命都太苦了，活该死在女人的手里呀！我是白把她养大。我想进去给她烧炷香，可以吗？没有灵位，我把她的骨灰都撒在大海里了。想去哪儿，他就到哪儿去。哎，先生，以后过来之前，请先打个招呼吧，不要随随便便进人家门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我也是为了大家安宁嘛。邻居投诉了好几次，说你们这边老搞事儿，我就急着赶过来，礼貌不周，多担待点啊。文姐，我回来啦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不是又想搬家吧？哦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好，再见。文姐，我看你还是请几天假休息一下吧。最近发生那么多事情，你真的是太紧张了。不用，停下来更麻烦。那。你看到的那些东西，也许是你的幻想啊，别太放在心上了，老费脑子想那些事情会很难受的。我不放心，我一定要查清楚，一定要查清楚。
文姐，这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无法解释的，你何必一定要查清楚呢？小敏啊，我是不相信什么神神怪怪的，所以我才不害怕。可是我害怕呀，你要是再查下去的话，我会受不了的。好了，那就不说了，越说你就越害怕了。我去洗澡了。哎，文姐，你不管我了？难道你要跟我共浴啊？我就想晚上跟你一块睡。好了。下去啊！怎么办？我好担心啊！好，好，我会留意他的。喂，妈。我挺好的。最近没什么事情发生，你别担心了啊。我知道了，一会儿就睡。你早点睡吧啊，晚安。潮退了，海面一片蓝色，好宁静。把眼睛睁开吧。感觉好多了，谢谢你，刘医生。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。什么？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治疗。下个星期，你会遇到一位新医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去国外深造了。那很好啊。等您回来的时候，还会为我继续治疗吗？这次去最少要2年，我想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应该康复了。是吗？好了，多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。我该走了。刘医生，你认为我不原谅关旅人是错的吗？说吧，最后一次会谈，请你老实告诉我。以我个人的立场，我支持你。谢谢你，李文。有一句话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讲。说吧。说吧，今天有什么，就说清楚。我希望你能够原谅你父亲。
文文。文文。文文回来了。谁让你回来了？文文。妈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让他回来的话，我就走。文文，别这样对你爸爸。我真的应该原谅他。文文，等将来我挣了钱，一定给你买颗大的。只要你对我好，我什么都不要。丽人，其实我拒绝你，我是很痛苦的。文文，妈妈饭菜做的怎么样？你好像不太喜欢吃吗？挺好的，我来的时候在外面吃了点。你看看，知道回来吃饭还在外面吃，以后别这样，知道吗？嗯，吃，你知道了。文文，你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吗？说吧，只要你不提你爸爸就可以。妈，你为什么从来不劝我原谅管理人？你都那么大了。你的事儿，妈哪管得了啊？那么你觉得，我阻止你跟爸爸复合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妈给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妈的命不好。不管你对妈什么看法，反正我跟你爸爸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不说了，妈给你弄点水果吃啊。但是我恨我自己，我觉得我自己做错了。妈，如果你可以原谅爸爸。那你去找他吧，只要不让我看到他就可以了。事情都过去了，别再提他了。你跑来干什么？吃水果吧。啊，我来看一下你最近有没有抽烟。上次被你看见，发那么大脾气，妈还哪敢抽啊？吃水果吧，别为妈妈担心啊。好。你安心吧，你女儿开始接受你了。是谁呀？关叔叔，是我，我是李文呢。哦，是你呀。你又来干什么？关叔叔，
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已经原谅李仁了，我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知道了，再见。关叔叔，你听不到我在说什么吗？李仁已经死了，没人再能给你机会了。求求你，你别再打扰我，你走吧。关叔叔，你不要再骗我了。我知道他李仁没有死，我都看到他了。你让李仁出来，我有话跟他当面说清楚。你在说什么？关叔叔，李仁躲起来，不就是希望我原谅他吗？我现在已经原谅他了，他也没有必要再躲起来了。你把他叫出来吧，我知道他就在屋里呢。那好吧，你等着，我叫他出来。给你，你自己告诉他。真的死了，那我看到的关里人又如何解释？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？喂，刘医生啊，我在外面。啊，下午3点。嗯，好，好，一会儿见。这次打算什么时候走？大概下个月中吧。这么快？那你为什么那么早就辞去医院的工作呢？啊，其实我这次出国是为了逃避，因为我犯了一个心理医生的大忌。因为我爱上了我的病人，所以我现在打算结束我跟他之间医生和病人的关系。我想追求他，如果他能接受我，我希望他跟我一起走。没想到你这么伟大，可以为自己爱的人放弃自己的事业。你真的这么认为？当然了，我一直认为人生当中找到真爱是最可贵的。又怎么了？他还不知道我喜欢他，我也没有跟他表白，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我。他有男朋友了？没有。那你怕什么？直接跟他表白吗？我怕向他表白之后他不接受我，我们连朋友都没法做了。不会的，你为他做了那么多，他一定可以明白的。他，你不是想告诉我，这个人不是开玩笑吧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，李文。李文，没关系，如果你不能接受我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去国外住一段时间，这样从心理治疗角度上来说，能够帮助你淡忘过去，对你的身心有好处。
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说的话太唐突了，没关系。你当我说的话，从来没有说过。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。不是的，你不要误会。我只是觉得太突然了，我需要时间好好的考虑一下。好啊。 真是不明白，如果李仁已经死了，那我看到的那个李仁是谁？难道这世界上会有这么相同的两个人？这可能是一种思想过度的幻觉。我个人认为你现在不要再去想这件事情，过一段时间就会恢复正常的。真的吗？当然，如果你想通了，就能够原谅你爸爸和李仁，别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。 明白了，谢谢你。干爸怎么客气？我去下洗手间。喂，小丽啊，嗯，我啊？<笑>才几天没见啊，想不起来我了？嗯，<笑>没有没有，一个人。关李仁，李仁，你真的没有死？ 你真的是在骗我，李仁！文文，我原谅你，我们俩重新开始，好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没听明白，真的。关李仁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你再骗我，我就杀了你！文文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已经……李仁，我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关李仁。 你还和他在一起？你现在冷静一点，行不行啊？你还和他在一起，我怎么冷静？啊！出什么事儿了？行行行，我说你先走。我不！你这个贱女人，你上什么当啊？你打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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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好好休息。刘医生，你现在要走吗？我不走，我到各地去坐一会儿。等你睡好了，我就走。好的，谢谢你。睡吧。 照片啊，都是我偷偷保留下来的。我真搞不明白，你一直说文姐见到的关里人及她爸爸都是文姐的幻想，那今天这件事情又怎么解释呢？还有，那陈总被人打了，那墙内的血字又是谁干的呀？小敏，其实我到现在还认为，李文所说的。 所发生的那些事情都是他凭空幻想出来的。至于门口发生的事情，我觉得是另有其他的原因。但是我最奇怪的是，到底什么原因，让他本来已经康复了，突然一下子又回到两年前的病发初始状态？刘医生，你说会不会真的是关里人死了？他真的回来了？小敏，你是一个专业的医护人员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 对不起，刘医生。可是如果。
果事情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的话，我真的会受不了的。到时候，没准连我都成为你的病人了呢。好了，你们先忍一忍，我会尽快去查这件事情。嗯。啊！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哎，怎么不开门呢？不开门。不对，我听见里边有动静。哥俩，准备撞。哼。陈总，原来是你啊！你这么晚过来。啊！这是文姐的朋友刘医生。你好。你好，我相信你跟文文是普通朋友关系吧？现在是，以后就不敢说了。好，有勇气。不过我劝告你，还是放弃，否则你会死得很惨呐。哎，陈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想恐吓人家啊？啊？没有啊，你没看到外面走廊里写的什么啊？爱你的人都要死。怎么样？害怕了吧？我劝你还是早点回家吧。嗯，既然你相信这句话，那你不怕死吗？我。你看我身后都是什么人啊？他们都是武林高手，知道吗？有他们在，我怕什么呀？呀！这是我的两个朋友，二胖、大宝，哼，他们两个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，只要那两个血字儿一出现，甭管是人是鬼，谁都逃不了。小敏啊，看来今天晚上有人陪你，你可以睡一个好觉了。这是老关家吗？对呀，老关家。我找老关。你别敲了，老关一年前得癌症就死了，现在这屋子都没人住了。他死了？对。那他儿子是住这儿吗？这就不知道了，他已经很久都没回来了。摄像头给我对准走廊，看我装好了摄像头，你还往哪儿跑？今天是我父亲他老人家的忌日，我来给他上炷香。你和李文的分手，是你提出来的吗？没错啊，是我先提出来的，但是我跟他说的很清楚，是他不合适我。李文这个人，一天到晚都生活在他父亲的阴影里边。我也曾经试图去改变过他，可是我实在是能力有限。非常遗憾，他这个人太脆弱了，太敏感了，太偏激了，他简直就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。你们后来见过面吗？嗯。我没找过他，但是他常常来找我，而且每次总是以死相威胁。后来我就跟他分手了，找了我现在这个女朋友。
现在我就跟我女朋友住在一起。那你们最近有没有见过面？见过，昨天咖啡厅。只是昨天？嗯。啊，我是说，这两三个月你们有没有在大街上或者说其他的什么地方偶遇过？不可能，我前面一直在出差，这几天才回来的嘛。文文现在情况是不是很严重啊？那你看你能帮着他吗？这一点我现在不好回答你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他已经回到了当初病发的状态。李文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，已经是基本康复了，但是还要观察一段时间，才能确定他的病情不会复发。大夫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，我们会按时来复查的。我建议您跟他分开住，因为童年的阴影才是他最大的问题，还有，一定要给他找一个私人看护去照顾他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会做到的，你放心吧。那个，是否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情变，他现在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可以这么说，但爱情是不能勉强的。更何况你的改变并不是文文发病的真正原因。什么意思？没明白。我想你应该知道，文文在童年的时候受过一次很大的刺激，所以她患上了精神病。那么经过两年多的治疗，我觉得她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可是没有想到她跟你恋爱的失败，又一次导致了她精神分裂的复发，所以她现在是产生了幻觉。嗯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件事情跟他父亲有关？应该说，他父亲的情变，才是李文一生悲剧的开始。我想明白了，你爱我爸爸，你要他陪你，你就找他吧。我知道，失去自己爱的人是多么痛苦，妈。文文，妈知道，妈什么都知道。今天晚上咱们俩一块儿出去吃点东西，好不好？不，我要你现在就去找他，我要看到你跟你爱的人在一起多么幸福啊！文文，我跟你爸妈那么久没联系了，我上哪儿找他去啊？啊，妈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不再记恨我爸爸了，我想明白了，我知道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多么的幸福啊！我懂了，妈。文文，妈答应你，妈答应你，明天就帮你找爸爸，好不好？你为什么还骗我？我知道，爸爸就在这个屋子里，上次那根烟。就是他抽的，文文，妈跟你说了多少遍，那个烟是妈抽的。啊，妈，我不跟你争，我先去把爸爸给你找出来，我给你找出来。啊，别这样，文文，文文。Thank you.
对不起你们。妈妈过日子。着急，没事的，我马上让小敏过去找你。你马上过去找文文的妈妈，事情严重，赶紧报警，打车去。哎，那你呢？我去找文文，我知道她去哪儿。昏了。二店长，哎。陈总，你看，二胖二胖，敌人出现了，给我守住楼梯口 ，over。哎，没有字儿啊。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就想问你，你还爱不爱我？我跟……说，快说！我说，我还爱你，我还爱你，真的，我还爱你。我知道你还爱我，但是我已经不爱你了。我要杀你！Thank you.
如果你爱我，请你把刀放下来。如果你不爱我，你可以先把我杀死。我爱你，但是我要杀了他。如果你把他杀死了，李文。 值得吗？ 为了我，你死都不怕吗？我不怕，为了你，我愿意。 好了，你对他那么好，有什么可反对的呢？这样我就放心了。<笑>那我谢谢你。我应该谢谢你，大夫。伯母，车来了。啊，车来了，我去了啊。是外甥女儿。
刘医生，你看，老大爷来。啊，哟，还这么巧啊，都在呀、啊！告诉你们，我可抓住这个捣鬼的真凶了。嘿，来，看了吗？就是他。哼，那些血字儿，就是他写的。看我们二胖，啊，为了抓他，弄了一身的红油。娘！爸，你给我松开！可是他为什么呀？我告诉你们，这小子是个黑中介，把你们都吓跑，知道吧？这样押金就退不成了，还能把这套房子再租给别人，又赚一笔中介费，翻回头来还得再给你们找套房，又敲你们一笔，明白了吧？真卑鄙！文文呢？我的文文在哪儿呢？啊，文文她有点不舒服，回她妈家休息了。哎呀呀呀！你说，这不太可惜了吗？啊，今天我立了这么大的功，文文不能看见。不可惜，我一定会把你今天的事情告诉她，你放心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不用劳您大驾，我一定会亲自找一家最浪漫的餐厅。然后我们慢慢吃饭，慢慢聊天。小伙子，我给你鞠忠告，撤出吧。你怎么跟我比呢？啊，你看这，是吧？兄弟们，我带你。走走。没想到文姐这一生竟毁到这些人手上了。文文今后的日子一定会过得很好的。嗯，刘医生，我相信你。嗯。出国深造的时间我已经推后了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直到你康复为止。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国外。只要你爱我，我一切都会依你的。告诉我文文在他妈妈家休息，害得我在他妈妈家楼下等了好几天。你也太卑鄙了吧！我没有骗你，我这么做是保护文文，她是一个病人。你以为我陈俊霖是什么人？你以为文文出了这么点小事儿，我就会放弃吗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文文一天不结婚，我就一天不会放弃对文文的追求。哼，文文，你别怕。你听我说，不管你变得有多疯有多丑，我对你的爱是永远都不会变的，永远都不会变的。你是谁呀？我不认识你。阿黄，让我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的啊，文文，他是你以前的上司陈总啊，不记得吗？我不认识他，我害怕。你走吧啊。别问。你看见了。他不认得你，你改天再来吧。走。哎，文文，你真的认不出他？当然不是了。如果我说我认识他，日后岂不被他烦死啊？